Ways Channel。基隆车站是写基北，不是什么基隆车站八号门。我会不会录完这集以后就被基隆讨厌了？哦，真的很大，哦，大嘞！会不会我拍很久以后就不是这一台？我们在最后一个30分钟前呢、啊，我们赶到了这个西山的停车场，它就是离那个登船的地方超级近，西岸旅客码头中心。跟你讲哦，压线整个很可怕，因为都没什么人。好，我们刚刚呢迅速把行李托运以后呢，我们就赶紧带着我们的护照跟船票要去通关了。护照已经被收走了，然后旁边就是我们的游轮，它超大的。我们要来上船了，上船第一件事就是吃东西。压线呢、欸？你看几千人，我们现在很快就上船了，都没人。真的啊，而且刚刚还有人讨论说，哎、欸，怎么现在还有人上来？对，还有人，现在没有人。就是要慢，怎么样？好，好了，我们要来登船了。Yeah！现在还好不真实哦，刚以为我会塞车，然后错过的游轮。了解了。啊，真的，其实5000人都在线上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我知道他们看。以后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给你推荐，就是你要不要订个餐厅啊，要不要喝个饮料啊等等。那结束了这一切以后啊，就要记得来绑信用卡或是绑现金。接下来啊，所有的消费都是在你的卡，所以房卡很重要哦，你不能乱丢，因为大家就是刷你的卡就可以。没有，但现在我觉得很方便，现在还有拍人，所以他会先对人，对是不是你这个人这样。所以如果要偷我的卡，要有妹妹头头发。看一下呀，绑卡的过程。我们现在是吗？是吗？168不会在哦，看到了，然后是给。对啊。过来哦！啊，这边还有，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游轮最麻烦一件事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房间到底在哪里，然后会迷路。A few moments later， 隔壁的朋友你好。这是我们住5天4夜的房间。都觉得来坐游轮啊，如果你还是坐在内舱里面啊，就有点可怜。就老实说，我觉得内舱它是省钱啦，但是就是阳台舱啊，就是会有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就是如果你今天你不想要待在公共空间，你可以个自己专属阳台，然后看着大海，好舒服哦。基本上啊，登船以后这边就有很多的资料，
那我建议大家就可以把这种 daily planner 啊全部看完。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说像游轮可以玩些什么。我觉得游轮其实不是适合老人家，年轻人也非常适合，或是你携家带眷，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它的镜子跟一边是有沙发，那前面呢就是有两张单人床，跟我老公又是分床睡耶，耶！那当然啦，如果你是夫妻嘛，你希望他并起来，你就跟他讲，他晚一点就帮你并起来，或是你并起来以后，隔天他就一定是并起来。酷的小东西，比方说这里有个长得很像是智能管家的东西，冰桶啊，咖啡杯，然后热水壶这样，还有个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个 mini bar 好了，虽然这 mini bar 都要钱哦，有锁哎、欸。mini bar， 好的，这边你看起来很可口的东西啊，全部都是要收费的哦，而且呢，费用还不便宜。让姐姐跟你算一下，杯可乐啊，$3.5，需要的话呢，这张就是可以填起来，或是你可以那种选择，他们有那个 package， 就是你可以什么饮料喝到饱啊，我觉得都会划算比较多。边啊，它还有一个设计我也很喜欢，两个，哎呦，这个呢就可以当一个客厅的餐桌。收起来的，隐藏起来的，我觉得这个设计很不错哎，因为我觉得游轮其实空间有限啦，它这样子收是很合理的。那就是大家很期待的衣柜空间，衣柜呢，我觉得还 OK， 就是尺寸差不多饭店的那一种。保管箱打开以后是空的抽屉，空的抽屉给了两双拖鞋。对了，那因为我们是钻卡，所以它就是有多给这种浴袍。一般的房间好像只有给像浴巾，如果你有去像冲绳的海边玩，你可以带下去用，但是要记得带回来哦，因为最后一天退房。如果你没有带回来，他一条给你$30。来洗手间，洗手间呢、啊、就有像基本的毛巾、擦手巾，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厕所，干湿分离。上船以后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看这个安全验鞋，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就将大家集合到某一个逃生出入口。现在其实已经非常高级，听说你们摔啦。逃生演习 OK 以后啊，你就拿你的房卡去你的集合地点逼一下，他确定你有做这件事情，就类似报道的意思。对啊，以前没有，以前好像是要把大家全部集中到一个剧场、哪个 team 要跟哪一个人走、类似这样，是比较高科技。我们来到了集合地方，嗨，好了，这样就完成咯。接下来呢，我会带大家去一个这几天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只要饿啊就往这边走，只要渴就往这边走，它就是一个吃到饱的 buffet。 Thank you。15楼的 buffet 吃，现在它不是那种正餐时间，所以它就提供了一下汉堡。我觉得它汉堡肉很好吃，这样蛮厚的，这样被我们吃掉了一半。可以自己加像番茄啊、小黄瓜啊、洋葱啊等等。很好吃耶，还有很多像炸鱼薯条啊、照烧鸡啊、照烧鱼啊。看到这艘船啊，就代表我们的船即将出港咯。而且我们的表定好像是差不多5点还是5点半，就是准备要出港，所以大家应该都开始在准备中了。哇，我们要跟凯文说拜拜了，明年见。哎，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已经在走了哎。我们走了一大段了，真的耶！我们刚刚坐的是那个军舰的对面，然后它现在已经在移动了耶。拜参加的活动除了吃之外，哎呦我的妈！什么节吗？面具吗？威尼斯的面具节，所以他们刚好呢就有一个活动，就是可以来这边做自己的面具。那你只要就是时间点内啊，就可以来做一个，先来选自己要的颜色的面具。刚刚粘好了我的面具。
八折哎、欸！你要不要来加入 MSG 的员工行列？对，外套。他们的 cruise style 不错，出发，走。那种超可爱的小鸭鸭，没想到它居然有芭比。那一个这样子蛮漂亮的芭比，那个女船长回家。我刚发现啊，它还有那个乐高哎，然后蛮便宜的，大概是$17，你可以有一宵如游哈。我要带大家去看看，超可爱的，有小朋友的。万一你想要叠编那个吊牌的绳子，就是这种公仔，这公仔蛮可爱的，我们没有跟公仔拍到照片。然后这给小朋友装，是不是很可爱？超可爱的耶！它是美人鱼，而且还有小男生的，对啊，延伸的也超可爱，大富翁系列。我真的觉得它的周边超多的耶，而且它周边都好狂哦，不是很有名的东西耶，会让人家想要买齐的那一种。买一艘船跟甲板嘛，环游世界啦，就是坐着船环游世界的概念。我们呢刚刚去稍微玩了一下面具，买了一个 bingo 中大奖，它是中$500，我以为它保底就是$500，我觉得好像很划算啊。我们就回到房间了，然后我刚刚坐在这边的时候，有人就在发出一个声音，我一直觉得好像在地震。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刚上来还不习惯，因为我刚走路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种轻飘飘感。不发前卧茶这几天其实浪已经算偏大，但是我觉得还 OK， 算是稳啊，就是你拿水的感觉就有一点晃，有点晃，对啊，站着就觉得对，但是至于会不会晕船我觉得很看个人。我觉得一直连续，觉得如果不习惯的人，可能在出发前两个小时，你就要先吞一颗晕船的，就是可能让自己习惯以后再开始不要吃。那船好像每天也都有，每个房间都可以去领。如果你觉得真的不太舒服的话，那我们待会呢就要去吃晚餐了。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呢？因为晚餐居然帮我们分配在7:45。我上次的经验就是我发现到他那个主餐厅的食物。它其实跟自助餐差不多，感觉它就是把自助餐的菜，然后把你夹在那盘子里，以后送到你的桌上。对，然后因为我上次观察，我上次坐那个游轮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这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刚刚已经稍微观察一下它的菜，看晚一点会不会在它的餐桌上出现。去玩。Yummy！G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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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是帮我们分配了一个餐厅。那其实这两间餐厅的菜单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就点了一个像排餐这样，那会从前菜、沙拉、汤到主餐，那好像还有一个副餐，最后是甜点。那我们来试试看。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这种餐厅啊的食物就很像楼上的食物，然后盖一盖，铺好后盖个盖子送到楼下。那我以后有机会到邮轮工作的时候，再跟大家解析这件事情。普通，我来吃我多点的一份沙拉，沙拉有个炸核桃，它叫威廉什么沙拉的，是马铃薯和水梨耶，蛮好吃的，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因为通常它这种餐厅啊，你喜欢吃的东西是一直重复点，它不是只是一份哦。我正在看我们什么时候会有龙虾。听说龙虾被吃完了。我们分别叫了一个意大利面跟炖饭，我来试试看海鲜口味的，看起来蛮多。小海鲜，比方说有虾仁啊、蛋菜啊，奶油口味的还不错。我先吃一口炖饭，还不错。我必须要称赞一下，它的牛排盘子上来的时候是热的。我来看一下牛排，有点印度的菲力，但酱料不错吃。觉得咖啡冰淇淋好吃，它很浓哎，它有个杂食的感觉，绿的奶。我来试试看我的巧克力蛋糕，比较起来真的是咖啡冰淇淋比较好吃，但是好可惜哦，它送下来其实已经融化了。咖啡冰真的棒，嗯，好吃。我们现在吃完饭呢，马上来赶场，我们好忙哦，订了赶场哎。我现在来看秀，好不容易订了一个秀的，对，所以我们要赶快赶场，他们好忙哦。
在游轮上真的很忙哎、欸，我们挑战五天四夜都不睡觉啊，在游轮上。好吧。急救的哦，每个人的装的水都超大的哦，水流的超慢的，那大概一个人就要装大概两分钟，然后有的人呢又不是只有一罐，有的人拿四五罐，哇！所以我觉得聪明点呢，去别的角落排队，就是他开放的另外一边去装，这样子懂吧？啊，如果你有上来，你懂就懂啦、啊，不懂就慢慢排啦、啊。Englis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早安，现在是在荣耀后的第二天，我们决定睡到自然醒再去吃早餐。今天早餐呢，请他们叫 room service 到房间来。那其实像我们这个等级的房型以上呢，好像都可以免费的把早餐叫到房间来。如果是一个懒得出去吃饭的人一定要善加利用早餐的时间，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想要吃的东西，选它配送的时间，这边清晨一点或是两点要把这个牌子挂在门口，还会收走，隔天早上他就帮你送早餐来了。我觉得送早餐来真的是蛮舒服的，那你可以在这边看着海，唯一的缺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再次送到房间来续加，就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其他的就只能去上面的自助餐厅了。你在游轮上面呢、啊、的那种休闲跟吃饭的方式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根据你的心情跟懒惰的程度。比方说我们今天就懒懒的不想要去主餐厅等，不想要去自助餐厅拿，那你就是选这种在房间，你就完全不用出去。那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吃精致一点的，那就要选择主餐厅或是付费的餐厅。然后我想要狂吃吃到饱自助餐厅，像我个人推荐是在房间吃一顿再去四五楼吃一顿，就是你坐五天下船就胖5公斤。在
吃午餐的同一时间呢、啊，我们已经准备靠岸了，就是整个很兴奋，因为头一次坐船来到冲绳的陆地上，也好好玩哦。因为之前我有坐一次游轮，但是没有去市区逛，就纯粹在游轮上。那这次要下去了，除了愉快之外，它还有虾仁、蛋菜跟干贝。我觉得这道菜有点咸之外，它其实做的蛮有水准的耶。我先来要吃羊排，我是为了羊排才来煮餐厅的。哦，羊排好好吃哦，好嫩不膻哎，好想要点个五份哦，好好吃哦。它的肉啊，煎的里面都是那种粉红粉红的。下一次是冰淇淋，昨天吃是咖啡口味，今天应该是香草。香草好甜哦。今天总结呢，这餐是又甜又咸，但是我觉得品质是蛮好的，就是该有的调味、食物的味道都是不错的。现在在做一些到港跟我们抵达的一些准备，到那边去通关。想要轻松旅游冲绳坐游轮的朋友来说，参加他们游轮的 tour 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它其实你可以很弹性的选择想要去哪里的一个行程，然后它一定会把你在时间内带回来游轮。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自己自由行，那你可能没有做功课，或是你对当地不太熟悉，那就又很怕说回来的集合时间会迟到的话，我觉得啦，可以参加他们那种游览车的 tour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大家去的景点也是大同小异，那如果大家很熟的朋友啊，家人多也可以选择包车或是自己自驾，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我们这次呢选择的是自驾，因为我们留在冲绳呢有两天一夜的时间，今天晚上是在这边船舶停留，那明天的傍晚以后才会开始启程，那待会就要开始去排队准备下船的一些报到手续。先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重要的资讯好了，这边是五楼有一个钢琴演奏的地方，那正对面呢就是他们所谓的接待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找这里，像是表演啊或是自费的餐厅。在接待处的右手边会有一个叫做 info point， 通常呢这样的 info point 啊他都会讲像中文或是英文，那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你听不懂英文，你想要找可以中文沟通的人。在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万一你想要订啊所谓的游轮上的行程，那在我们的左边旁边呢、啊，就有一个小白板，那白板上面呢，它其实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哦，你有多少的观光客的税，还有你有多少的饭店的小费，比方说一天是 4.5 乘以你的住宿的天数，那还有你的 MSC 的卡，就像我们一般的会员卡，通常你上船的时候都会拿到一张所谓的会员卡，那会员卡的后面呢、啊、重要，它会有一些资讯，那这个资讯呢、啊、通常是你的房间主要的餐厅的时间跟桌位号，还有一些基本的资讯，你到哪里这张卡都要跟着你，不论你是上船或是下船或是在船上，你有任何的消费它都要先感应这张卡才能去帮你做一个比方说是扣费或是登记账单的这一个。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要通关了，要准备自己的护照影印本之外呢还有房卡。我们现在这个手续很重要啊，你之后在日本入境的话呢就是要靠这一次了，如果你这一次没有入境按指纹等，等于说你没有要入境的意思，所以之后就只能待在船上，不管去石垣岛或是哪里都不能下船，所以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下去玩你都要去做这件事情。好的，我们下船了，欢迎来到 Okinawa、yeah、好像河童，船好大哦！我们的荣耀号听起来像很厉害。对啊，我们的荣耀号哦。来哦，最后登船的时间一定要记得哦，要不然船就要跟你说拜拜喽。他们也有提供不用钱的接驳车。
好，现在是晚上7点多，因为我们有预约晚上7点半的餐厅呢，所以我们就先回来这个游轮的附近。那因为我们有租车嘛，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啊，那你租车了以后你要怎么过夜？那其实呢，在游轮的附近呢，它就会有所谓的专属给过夜的车子的停车场，就在游轮附近，很近哦。你看我们早上是在那个地方坐巴士，所以这个位置还是蛮好的，而且还有那个探照灯，所以就是蛮这样，感觉是蛮安全的。这样子明天早上一早可以凌晨清晨就直接开车出去，杀个冲绳的景点，片甲不留。2点就出门啊？我说下午2点，没有啦。即便到傍晚啊，晚上你要出去都可以哦。好，那先这样哦，我们就先去吃饭。根据我的观察，每一个人回来以后啊，全部都大包小包的，超级超级多行李的。很多人都会带那个行李箱啊，或是那种小推车出去装东西。现在呢，刚好是情人节，我们就订了一个去这边的牛排馆来吃。那刚好我们有一个钻卡，所以我们就可以两个人吃一餐。谢谢 MSC 的招待。我们就点了牛排，然后我们分别点了一个开胃菜，然后一个主餐，那个甜点。那如果你自己来的话，我觉得它的单价其实也没有很贵，大概40多美金，船上的服务费基本上是15%，所以加起来差不多应该是快60美金一餐，是西餐也还不错。现在看看我的鸡尾酒虾，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可爱的酱料，我先来吃，蛮鲜甜的，至少它的虾仁是不错的。你虾皮有多一个？明明的，刷刷刷的，我觉得那个酱料还蛮好，让虾蛮甜，番茄甜辣口味也很好吃。接下来吃它的面包，它的司康看起来好可爱哦，应该是咸的，因为我这个司康里面有培根，就蓬蓬的感觉，司康还不错，不会很干，然后有培根香。各位，海鲜拼盘来了！我跟你讲哦，这一份海鲜拼盘超大超重，我先放桌子中间好了，真的太重了。然后还有4种酱，分别有干贝、蛤蟆、蛋菜跟帝王蟹，还有半只波龙。开吃，徒手的，你看，折塔。然后你也可以挤柠檬，哇！开吃蛋菜，翻着蛋菜。蛋菜有点普通，但我觉得龙虾还不错。然后还有那个帝王蟹脚。看到帝王蟹脚都怕怕的，因为过年吃太多。还不错，鸡背有点硬，它有点硬，它真的煮得很硬。到了重头戏啦，我的小羊排来啦，看起来好好吃哦，是一个沾一点点青酱的，好了，做的算是蛮有水准的。还不错，来吃牛排，看看如何？我觉得牛排的五分熟看起来是蛮厉害的，那边的盐就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它都会给很多寿司，蛮好的。一次有大概4种寿司，然后还有盐花，就是看你想要哪一种，很适合这种善变的女人。我跟大家说，我已经饱到超饱的哦，饱到这种地方。然后呢，现在来上点心了。点心呢，我点的是熔岩巧克力，然后还有一球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来吃第一口，它是苦甜巧克力，好好吃哦。我真的觉得这间餐厅真的很棒哎，蛮值得吃的。有机会再吃别家看看。起来就看到海洋，觉得好舒服哦。来下船的第一件事就是记得先看一下最后的登船时间哦，请看，给大家看一下4000人下船的盛况。我觉得呢 MSC 啊，它这一台它目前我觉得它的有一点规划的没有很好，就是它下船时间它没有分舱等分流，所以就导致非常非常多人哦，在那个出入口就排队排超久的，特别是有带长辈的朋友，
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有带长辈或是小朋友的人，你可以晚一点再下来，就是你不要在他说的登陆时间就下来，因为我觉得你在登陆时间下来真的是会很困扰，你要在楼梯口罚站大概至少半小时以上，那我觉得对于长辈或是小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友善，就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有坐轮椅或是推车的话就没太多的问题，因为它有一个专用通道。我们刚回到船上啊，决定再来吃一顿。今天的主餐厅呢、啊、目前都休息中，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自助餐厅。自助餐厅今天的菜色非常的好，哎，它今天居然是烤牛小排，小排看起来好嫩啊，好吃。因为我刚刚等它屁股的时候拿的，真的好好吃哦。今天还有烤蛋菜，台式口味、胡椒口味，然后还有空心粉。最值得推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披萨，因为他每天口味都会换，今天换了口味，原本这个是辣汤的，后来换成什么番茄火腿，红烧牛肉面哦，来吃吃看。虽然我觉得它什么都长得莫名其妙，但听很多人讲说蛮好吃的。这个牛肉，荣耀号对于亚洲味来说真的很 OK 耶，有日式咖喱啊，日式系列，台式煎饺等等，超多的，今天还有牛肉面。牛肉居然是小菜，到外面现在牛肚一盘多贵吗？就在这边吃。荣耀号的游轮呢差不多是告一段落了，我整个已经超级累的，那才日本时间8点，那明天呢一大早可能就要退房，但是因为我们可以延后2个小时退房，所以我们想说就好好的享受这个最后的一个自由的时光啊，自由的时光，对，就是在这个船上自由的时光，所以 goodbye。早上好，今天是第五天，然后第五天呢也是我们回到基隆的一天。今天呢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下船，那下船其实有很多规定，包括你吃早餐跟离船的时间，最后是拿行李还有拿我们的护照。我们现在呢早上一大早在台湾时间大概6点多不到7点我们就已经靠在基隆港了，那我们现在大家来吃早餐。那如果你是像特殊的钻石卡或是其他的会员，你可以优先下船，或是你可以享受再延后2个小时，就反正最晚的至少船上大概在11点前就要先进空，给第二批新的旅客再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它自助餐早餐真的很不错，它虽然没有烟熏鲑鱼，但是什么都有。对了，记得一个很重要一点哦，船上的任何食物包括水果是不能带下船的哦，它就是跟我们坐飞机入境一样，会有一些检疫的相关规定，所以千万不要带下船。好，我们结束了我们的行程，然后下了船，下船之前呢别忘了可以最后拍拍照啊什么的，如果你想要优先下船或是晚点下船，记得最后的时间，下船前记得把账给结了。我看很多人都卡在那个门口，就是没结账还要走回去结账，所以呢可以前一天晚上开始或到早上可以去结账，会比较没有人。对，那现在那个柜台要卡一堆人。两个的行李，下一集见。下一集要去哪里？下一集见。游轮继续，20天游轮，365天游轮。哇！我觉得365天的游轮光网路就很贵。对啊，1天1000块，我要花36。36会上网哎、欸！我不要。